王维道，还有蔡牧师，还有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要问大人一个问题啊，你是不是活着？你讲废话，我若无活着，安怎听你讲道呢？安尼我阁问，什么叫活着呢？怎样判断你是活着呢？咱若看电视，或者看什么，看一个人也是活也是死呢？一般用什么办法呢？咱将咱的手指啊放这个鼻孔啊，是不是？放鼻孔，迄口气有对了无？迄口气有对了无？那是无对了吼，大事大条了吼，是不是？迄口气哪有对嘞？有对了无啊？有哦，有好，咱放心，阁继续敬拜哦。各位，咱人活一口气，咱迄口气对倒位来咧？对上帝迄道来。哦，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安尼讲：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人，将气息分伫伊个鼻腔内。伊就成做有灵的人，名叫做阿东。各位，上帝给咱迄口气重要还是无重要？重要吼，真正重要。气若低咧，人就活；气若无了，人就死了。所以呢，咱袂使骄傲的，唔通以为家己了不起。其实咧，咱就靠上帝给咱迄口气来活。气若收倒转啊，人就死翘翘啦。圣经内面一个路加福音啊，十二章有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人呐，赚真侪钱，伊真骄傲，对家个灵魂讲：“讲灵魂啊，你有真侪财米，会通做侪年个费用，你只管安稳地食、啉、快乐吧。”无想到上帝怎样讲呢？上帝对讲：“你这无知的人啊，今暗暝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有备的要归何之罪呢？”所以咱兄弟姊妹，咱想看卖咧，咱实际上无啥物有通夸口的。咱若是乖乖的，按照上帝安排来生活，才是上帝所欢喜的生活。今日是大灾期。个第一个主日，古约经课是讲什么故事？恁会知无？古约经课是讲亚当受试探的故事。新约经课是讲耶稣受试探的故事。这两件代志形成真正明显的对比，甲咱讲关乎生命真正重要的真理。咱今日要借着这个经课来思想，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生活？唔知恁会记得顶个月啊，我讲的题目无？恁会记得吗？顶个月我讲的题目是上帝所欢喜的什么？仆人啊，上帝所欢喜的仆人。今日所讲的是要讲上帝所欢喜的生活。看来有淡薄联系哦，但是这联系唔是我挑人选的啦哦，咱感谢主的安排，咱一齐按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你的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你的话满有能力，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示阮，求圣灵来光照阮，予阮讲的明白。听的也明白，得到你不适合阮的灵粮，感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，真正所愿。各位，咱活着除了迄口气哦，迄口气真重要吼。除了迄口气了后，咱也需要什么呢？什么是咱活落去袂通少的？什么呢？食物啦吼，
食米啦吼，无唔对啦吼，食米。上帝也真正看重食米，所以伊造人了后，设立一个伊甸园，哦，内面有真正丰盛的、丰富的果子，做人的食米。上帝佫讲一句话，除了迄个果子啊，佫讲一句话，甚物话？伊讲，园当中各款树顶的果子，恁会通随意食，只是分别好歹树面顶的果子，你唔通食，因为你食的日子的确死。安尼，人靠什么活呢？果子啦吼，伊甸园内面的果子有够用无？有够食无？有，上帝讲你随便食，食甲乎你唔爱食，食甲你心满意足，啊，非常丰富。但是除了迄果子以外，上帝佫予咱一句话，迄句话是真正重要的话，迄个是一个境界，是一个界限。迄、那个界限是讲，你唔通食迄个物件。若过了迄个界限，人的确就死。所以伫缘起头啊，咱想咧缘起头，关系到人生也是死的，是啥物呢？是迄果子吗？唔是，果子是丰富到你食袂了。关系到人的生也是死，是迄、那个迄句话，迄句话有一个界限，迄句话是迄界限，你唔通越过去，唔通跳过去。你若过迄个界限，你就死。所以咱头一点呢，今日咱无思想的头一点是啥物？是人实际上是靠上帝的话来活，人靠上帝的话来活。所以伫伊甸园内面，实际上人若无生活是真正简单，真正简单，只要遵守迄句话。啊，实际上真简单，迄句话是分别好歹树，迄果子你唔通食，食你就死。人只要无食迄果子呢，就会通活着真好。看喺伫伊甸园内面过着真好势。咱所以咱无来想即句话内面的三个问题，这三个问题。头一个问题是，迄丛树伫倒一位？好、哦，迄丛树伫倒了咧？第二个问题，因伊若是伫角仔边哦，咱免插潲，可能看袂着也袂要紧啦吼。但是迄丛树伫倒一粒？第二个问题，迄丛树有啥物特别咧？有啥物特别？有啥物专利属于谁的？是属人的吗？还是属上帝咧？第三个问题，安怎袂使食咧？迄果子安怎袂使食咧？咱无来想这三个问题啦吼。头一个问题。头一个问题，迄丛树伫倒一位？哦，创世纪这第二章第九节甲咱讲迄个位置哦，伊是讲伫在园子的中间，伫园的当中。因红毛是讲 in the middle of the garden， 在当中，或者说在正中间。啊，什么叫做在中间呢？什么叫做在 in the middle？ 就是在中心。不管是那些植物、动物、植物，还是动物，还是人，拢是就围绕迄个中心，就围绕迄个中心。当然，伫迄中心有两丛树啦，吼，一丛是生命树，一丛是迄个分别好歹树。当然，生命树圣经内面无讲真侪，所以咱今日咱重点来看这个地色树啊，分别好歹迄丛树。吼，咱今日来重点来看一下，好。啊，第二点，第二个问题，迄丛树有啥物特别咧？迄丛树有啥物特别？咱平时读圣经，有时可能无去想这个问题。哦，迄丛树有啥物特别？伊个名叫啥物？叫做分别好歹树。红毛是叫啥物呢？红毛叫做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， good and evil 那个 knowledge 啊、哦，就是分别万物是好还是歹的知识。分别万米是好还是歹的知识，这款的知识是属于上帝，因为缘起头，伫缘起头，上帝安怎要创造呢？伊讲，起缘起头是湮灭黑暗的，整个世界是湮灭黑暗，黑暗，伊是无好的黑暗，黑暗无好，所以上帝开始创造，创造万米的时阵，伊
创造人讲，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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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创造人的时阵，讲这是真好，真正好。所以，这好歹的标准是对上帝定的，上帝来的。哦，将上帝将这款分别好歹的迄个树的知识，放在迄个园的正中央，中心，上帝用伊的话托掉万物，托掉这个园。哦，分别好歹迄个专利权是属上帝。大家咱各位咱想者，是毋是安尼？人实际上无有真正的公平的迄款分别好歹的迄款知识。人拢是自私的，人拢是有局限的。囡仔哦，对囡仔来讲啊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呢？囡仔讲，我买你给我，你就是好人；我买你唔爱给我，你就是歹人。那是囡仔是安尼，大人也是这款的。因为每一个大人拢是有家己的想法，每一个大人的知识水平也无相，好歹的标准也无相。只有上帝才有真正公平甲公义，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真正的标准，这是分别好歹树真正的意思。上帝将分别好歹的树放在园的正中央 ，in the middle。第三，安怎迄个树的果子袂使食呢？一方面，人若是食迄个果子，就是上帝敢当予你即句话，即个界限，你要听也是唔听。你若是越界，就是唔听话咯。哦，即头一个是唔听话，背逆上帝，抵挡上帝。第二方面，另一方面，人若是食迄个果子啊，就开始骄傲起来啦。谁讲的无沙拉咧？伊讲你可能会亲像上帝，亲像上帝人。就开始要骄傲起。果子是啥物？果子是树生出的真细的一部分，一淡薄，敢若一枝毛呢？哦，九牛一毛，狗牛内面是一枝毛毛。啊，但是呢，人一食迄果子了啊，目睭就开了。虽然真正幼气啊，对上帝看来可能是真幼气。哎呦，你敢达迄西洋物件，你就无亲像上帝。所以。人要家己认为亲像上帝，啊，认为家己已经有智慧。人的知识敢那是一淡淡一点啊，确实要来演上帝啊，来分别好歹。所以耶稣讲，你唔通论断人，免得受人论断，因为咱无迄个标准来论断。各位，这拢是人。真正对老犯罪的真正原因，首先人篡夺了这个中心的地位，第二人得到一点点的迄个知识，却是要扮演上帝，演上帝来破坏这个伊甸园的规律，所以呢，人受上帝赶出来，赶出由伊甸园沦落到这世间来受苦，就是必然的后果了。所以人离开上帝，甲上帝隔绝，就是灵内面死亡，唔是肉体死亡，但是灵内面已经死了，甲上帝无迄无接起啦。所以人无变来，家己救家己。直到时阵满足，主耶稣来道成肉身，降生做人，十二架迄个救赎的大恩，甲咱带来福音，甲咱开一条各新各活的路，就是因信。得救，靠着主耶稣，咱甲上帝和好。今日福音经课就是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啊，拄则咱受禁止甲咱读个迄经文，甲咱讲耶稣用上帝话语来得胜三个试探，三摆得胜的迄个关键是虾米呢？耶稣怎样去赢过魔鬼的试探呢？伊因运用三段经文，伊个标准的解释，标准的解释是怎样讲？是经常记着讲，经常记着讲。可见圣经内面迄个话语是真正有能力的。人靠圣经的话语来指导生活啊，因为咱已经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受到污染。
原本只要遵守一句话，但是进入这世界了，你去看迄个利未记、利未记，内面已经是真正罪条的迄个，这项唔能做，迄人唔通做，这项唔能做，已经是真正罪了。但是上帝也是给咱话语啦，吼。所以这话语也是有能力，但是是不是人会做遵守的了呢？啊，这是旧约内面真正大的问题，直到新约，耶稣才真正赢过这三个试探。直到头一个试探内面，魔鬼是趁着耶稣禁食40日开始邀啦，开始来试探的。试探的什么呢？用石头来变面包。主耶稣真正明确的对魔鬼讲：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嘴内所出的一切话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句话要怎样理解？圣经的话那是上帝话语，上帝话语是咱脚前的灯，路顶的光。咱若是认识圣经，若是倚靠圣灵，咱就会拄到试探的时阵，亲像主耶稣呢，有变想起圣经内面的话语来对抗这个试探。特别要紧的，咱就记掉，咱灵魂的最深的所在，有一间境界，有一句话，咱就一直间放在咱灵魂内面，讲什么呢？讲上帝的源起头的一句话：分别好歹树的果子，你唔通吃，你吃的日子你就死了。上帝一直给咱放一间界限在遐。伊就予予咱明白，迄分别好歹的迄个官兵是属上帝，毋是属人的。也就是讲，人世间有一间恶弊是属上帝，有一间标准是属上帝。咱人毋通家己以为了不起，毋通乱乱来。比如讲，咱拄到迄个核武器啊，核武器啊。最近真正热咯，拄到核武器的问题，基因复制的问题，去什么无人无制造烟啊，同性恋的问题，人类伦理的问题，家庭关系的问题，等等，真正侪问题的标准是啥物呢？是人的标准，还是上帝的标准呢？咱是毋是要尊重上帝的标准呢？咱是不是以上帝话语来做中心来解决问题呢？咱好唔好谦卑淡薄，顺服淡薄？咱嘅真嘅唔通乱乱来。那是咱以为有迄个官兵哦，来用迄个核武器哦，咱全世界人拢会死翘翘。亲爱朋友，请问你？现在的挑战是什么呢？你家想呢？有什么方面你已经越过迄个标准了？上帝给你淡薄界限，是什么界限呢？你是不是违反了这界限呢？今日是大灾期的第一个主日咯，予咱谦卑降服，咱来紧紧记掉，上帝在咱的灵魂内面有一间命令，有一间代志，歹代志是唔通做的。有一件好大事，就紧紧去做诶。简单来讲啦，信主诶人，咱就按照上帝诶标准，离开歹，行好，来紧紧抓着上帝诶话语，单纯信靠，无犹豫，单纯信靠，无得犹豫。这是今日咱学习诶第二个功课，单纯信靠，无犹豫。各位，创世纪内面迄个对路啊，就是对什么开始呢？迄对路是什么时阵开始呢？是对犹豫开始的，怎乎人去怀疑迄上帝，犹豫上帝？伊讲什么？怎讲上帝敢是真的讲安尼呢？上帝敢是真的安尼讲呢？这搞鬼的，这魔鬼是。用这款，我来讲，明明草木师甲我讲，刚这个哦，这个教牧团队讲，这样代志你唔忙做啊。我来对
啊，其他同工讲，蔡牧师兼是安尼讲呢，唔是安讲的，啊，哎，就派了啦，开始怀疑，就这个整个团队内面开始发酵了，啊，代志开始无大条了，所以呢，头一个你若谣言一个三星哦，啊，代志就无开始派了，所以这个安尼谣言一个三星。魔人就落入迄个魔鬼的圈套，就是按照魔鬼的思路，一个行去，开始看，迄丛树敢那是真水呢吼，迄果子敢那袂歹呢吼，食咧有我阁有变，亲像上帝有智慧哦，开始一步就对路了，这是唔对的。对的做法是啥物？对的做法是单纯信靠，无犹豫。上帝安尼讲，咱是安尼做。吼、哦，无予留魔鬼留地步，主耶稣给咱树立一个真好的模样。伫主耶稣拄到第二个试探的时阵呢，魔鬼也是真正歹咧，伊歹怎样歹咧？魔鬼伊引诱耶稣来怀疑上帝，怎样怀疑咧？伊讲：你那是上帝的囝，你那是上帝的囝，你就对迄个殿面顶跳落来，伊会。车前书家把他脱掉，开始不让耶稣来怀疑，他是不是，我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子呢？开始怀疑来了。各位，主耶稣需要这样去证明吗？他需要证明吗？不需要，安怎不需要？因为在第三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是试探，是无？在试探之前，有一个真正明显的一个证据。第三章讲什么？第三章什么代志？伊去受税，约翰伊讲：免啦，免啦，我着受你税，哪着你来受我税？耶稣讲：我无尽主般的义，尽主般的义就来咧，开始一对水来就起来，出现什么代志？天开啦，天为伊开啦，圣灵亲像真啊。落来，伊伫落耶稣身顶，重要的一句话来了：这是我的听见，恁着听伊。这是我的听见，恁着听伊。耶稣听到这句话，唔来耶稣听到，众人拢听到。这句话真做主耶稣顺探上帝、忠心服侍上帝迄个动力甲伴照，因为这句话确认了伊的身份。主耶稣听到，伊紧紧抓着这句话，伊就开始无犹豫啦，开始勇往直前来服侍上帝。这过一摆证明上帝话语是咱过得胜生活的迄武器。最近甲一个姊妹交谈啦吼，伊对上帝话语迄个信心的程度大到连我拢吃惊，真啊！真正佩服伊，吼、哦！伊常常伫厝内面，也是伫囡仔的面头前哦，拢宣告上帝话语，是伊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伊唔那是言语的宣告，伊也是真正生活顶做出模样。伊有三个查某囝咯，唔是我啦，我也是三个查某囝咯，系另外一个啦，吼，一个姊妹，吼、哦！伊生活的问题一大堆咧，比如讲囡仔读册的问题啦，啊。叛逆的问题啦，啊，耍手机的问题啦，先生失业的问题啦，身体病痛的问题是一大堆。但是呢，伊靠上帝话语来度过。六年前哦，伊开始无来读圣经。伊虽然小学唔可能才读三年级，啊，伊下定决心无对这个圣经读一篇，啊，伊。坚持读圣经，那是迄个无读呢？伊讲圣灵就会啊责备伊，可以心未平安。只有读圣经了，伊才安心去困。啊，上伊讲啊，真正奇妙！伊坚持读经一段六年哦，坚持读六年，伊讲真正奇妙嘞！伊拄到上帝困难的时阵呢，上帝话句就敢那浮起嘞，对伊啊头脑内面给浮起嘞。伊讲靠迄个上帝话语帮助伊渡过真侪难关，咱感谢俄罗斯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单纯信靠上帝无谣言，容易还是无容易啊？无容易哈，无容易。咱人生有起有落，有顺境有逆境。顺利的时阵，那无信靠上帝，当然是真正容易。但是呢，无顺利的时阵，咱若无信靠，真正难。要怎样办呢？我的属灵老师啊，属灵导师，因为啊做啊属灵老师，伊教我一个办法。伊讲就是找到你甲上帝最亲密的时刻，或者是记条专门。上帝专门给你的话语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只要跟上帝啊亲密，咱总是有一间时刻是真正亲密的，咱也有变啊听到上帝给咱的专门的话语。恁知影上帝什么给我专门的话语无？是上帝呼召我做迄个全职服侍的时阵，是这个经文啦吼。这个经文伊讲。以天父的事为挂虑，以天父的代志做挂虑。这句话正做我信心服侍的根基甲磐石。拄到我若我的服侍若拄到困难，或者是伫人的面头前啊拄到阻碍，我拢是想起这句话。啊，这句话给我这个安慰，给我这个鼓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甲上帝最亲密的时刻是啥物呢？上帝有专门予你一句话嘛？好唔好？借着今年的大灾做基，找到上帝伫你灵魂内面的一句话，或者是一段经历，亲密的经历，你将伊紧紧甲伊抓掉，迄是支持你行这个信心旅程的迄动力，迄动力。咱紧紧抓掉上帝话语。无管是高山也是低谷，无管是顺境也是逆境，咱拢是有变单纯信靠上帝无谣言，单纯信靠无谣言，所以咱就专心来仰望主，专心敬拜主，单单荣耀主的圣名。这是咱今日无学习的第三个功课，这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，就是单单。荣耀主的名，各位，主耶稣在这旷野里面遇到的第三个试探，是魔鬼将耶稣带到高山，将万国甲万国的荣华拢可以看。伊讲，遮我拢无给你，因为因是属我的，我未给之罪，就是给之罪。你若是敬拜我，这是前提哦。前提是你若拜魔鬼。这些拢无合理。耶稣回答魔鬼讲：“魔鬼提去吧，你着拜主你的上帝，单单侍奉伊。”各位，如果罪名两个试探，那是讲什么？讲食物啦，吼，讲信心。第三个试探是关乎人生的方向甲目的。咱活着的方向是啥物？咱的目的是啥物？咱每个人拢着选择这人生的方向。咱为虾米活着？你的人生要行倒一位呢？咱着用咱的性命来做出回答。咱到底是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，行向迄个大门大路，结局行向灭亡，也是受呼召来跟随耶稣行为路、行苦路，结局是行向永活呢？大部分人拢是选择这世界，大部分人拢是选择迄潮流啦吼，世界潮流，只有一小部分人啊受到感动来跟随耶稣，侍奉耶稣。请问，咱是倒一款人呢？其实人生的这个本质的是侍奉上帝，还是侍奉魔鬼？那咱若是受引诱去这个追求啦吼，追求这个。世界荣华富贵，将世界看得比上帝较重，咱就是扮魔鬼的。那是全世界，因为全世界拢趴伫这个魔鬼的脚下，世界的人拢是受这个魔鬼的捆绑，在不知不觉当中走向死亡。注意啊，是走向死亡。
咱人生短短几十年，结局若是死亡，实在是真可怜。相反啦，咱若是选择侍奉上帝，人生的结局是进入永活，是甲主耶稣永远同徛。虽然是苦路、畏路，但是咱靠主刚强，咱伫主内面有平安、有喜乐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若是选择侍奉上帝，毋通脚踏两条船，毋通心怀利益，因为一个人毋通侍奉两个主，毋是怨恨这个疼那个，就是看重这个轻那个。任何一点点无单单侍奉上帝，就是和魔鬼留地步。话讲安尼，是毋是别项代志拢免做呢？是安尼吗？毋是，就是咱要确立这个单单侍奉上帝这个心志，就这个心志要确立。在这款心智里面来做代志，就是按照上帝所给咱每一个人的无相的号召去做代志。有的人受号召做全职的服侍，有的人受号召在职场职业的吼去服侍。有耶稣叫那个少年的那个少年的财主啊，就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物件，分奉送向人，然后来跟随我，这款是服侍上帝。耶稣也是叫马太马上来跟地，伊也是服侍上帝。耶稣号召送上节，伊到处去游行布道啊，是服侍上帝。耶稣号召咱往回道啊，做牧师做回道来服侍咱，也是服侍上帝。耶稣佫号召迄个特丽莎吼，迄个修女特丽莎。去照顾送香人也是服侍上帝，所以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是无相的，侍奉上帝的方式甲岗位也是无相的。问题是毋是咱是毋是单单侍奉迄个心志？咱拢是无荣耀主的名。今年迄个正月初二吼，正月初二有一个姊妹甲我讲。伊讲正月初一的迄个敬拜吼，正月初一早起迄个敬拜，伊是讲对伊心顶有真正奇妙的经历，真奇妙。就是伊讲，伊唱头一段歌，唔知恁会记袂哦？咱初一早起迄个敬拜头一段歌，伊讲伊唱头一段，唔是头一篇嘞，唱头一段了，伊开始流目屎。伊讲目屎一直流，流啊到规段歌拢唱完了，伊讲迄目屎也无停。伊讲迄目屎呢，毋是痛苦的目屎，毋是见笑的目屎。伊讲迄目屎呢，是幸福的目屎，是大得平安的目屎。各位，恁知影是啥物歌无？咱来头一段哦，咱来唱头一段者。来，一齐来。我的心啊，你着学落主耶稣，我的生命永唔通袂记咧伊的切听。伊赦免你所有罪孽，搁伊伫你的边听。伊对死亡摆求赎你的性命。等下有时间予咱唱吼，请兄弟姊妹，迄姊妹讲啊，正月初一迄个敬拜，予伊大大的感动。伊讲到初二早起起来吼，迄个心也真正感动。伊讲伊挡袂牢了，伊一定要甲我分享这个代志。伊甲我讲，我甲伊讲啦，我甲伊讲，某某姊妹，恭喜你，迄块歌。是上帝给你的灵魂的诗歌，那段歌已经侵入到你的灵魂了。以后你若唱到这段歌，你就会想起这个奇妙的经历，你的灵就会跟上帝的圣灵来相连接，那款的感觉是真正奇妙，千金难买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有这款的经历吗？你的灵魂的西瓜是什么呢？在今年的大灾期吼，好唔好？你家己挑战家己，专心来敬拜主耶稣，单单服侍，主耶稣来求一块瓜，一块侵入你的灵魂的，让你的流目屎的迄个灵魂的西瓜，迄款的感觉会陪伴你的一世人。直到你见你的主，见主的面，各位到了这个终结的时刻了吼。今日啊，林牧师讲真多，你可能记袂掉了吼。不要紧，哈，伫刷来三十多日的大灾期，我邀请你思想这三个问题，头一个问题，上帝伫你的生命内面设立什么境界？什么代志是你唔通做的？第二个问题，你甲上帝最亲密的时刻有无？你甲上帝之间有亲密的时刻吗？伊甲你讲什么话呢？第三个问题，你有单单侍奉上帝吗？你的灵魂的西瓜是多一块呢？咱同心阿头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，而且是丰盛的生命。你是葡萄树，我是枝，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你内面，你也常常在我们内面，将你圣灵和圣道浇灌在我们当中，大大来使用我们，大大的复兴我们，荣耀主的圣名。感谢主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心情所愿。兄弟姊妹，咱好唔好？大家人站起来，用咱的手，咱的正手哦，用咱的正手摸着咱的心啦哦，来唱迄块回应的诗歌。俄罗亚有花的阻碍。我的心啊，你着。